机会，为什么还要做面试这样的表演呢？而且我觉得叶舒薇不像是你说那样的人啊。他虚伪。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解释啊？ 麻烦。终于完工了耶！哎，耳朵，我看你刚刚超级享受，嘿嘿，我觉得你们俩超有 CP 感。CP 感这种东西，就是像你这种人歪歪出来的。哎。 不管怎么说啊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，真心感谢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嗯，你看你跟玉总好不容易有空来一次温泉酒店，要把你趁机把他给拿下。你怎么还八卦起我来了啊？ 哎呀，我就是想听嘛，你快说说嘛，我就想听这些。<笑>